哦，大帅，我来看你来了。你纸团呢？纸团玩怎么样了？哎呦去，取宝，你守门员呐？取宝适合去国足当门将，这门守得不错呀。嗯，这个玩具到现在没有一只猫钻来钻去。小俊，英俊，英俊，哦哟，真是的迷，你能迷倒潘安呢。嗯咦，那小哥俩玩吧，纸团不都在地上呢吗？不玩了，大帅，大帅，你触手可及啊，并不是遥不可及。哎呦我去啊！偶像你又埋厕所了吗？哎呦我去，这啊！偶像，全程我没看到，但是你结尾干得漂亮。灿灿啊，灿灿过来了，像大帅这么漂亮的猫真是少见，那是大帅的外孙子，来吧外孙子。活跃一下嘛？难道你就对激光笔没有免疫力吗？灿灿是最爱玩激光笔的。嗯，你瞅着他干啥？好像你俩互相在制约对方，谁都不敢动似的。嗯哼，嗯，看你俩谁能先把他抢走。有赏啊！大帅抢走的，长大帅点什么呢？胖虎，那不要脸，那就趁着大帅撅着屁股背冲着他要袭击人家。嗯，看偶像，我先来，让我摸摸你，你肚子这么大了吗？啊，你别动，偶像。听说你和李宝在那当吃播，一个比一个能吃。偶像，我看你玩不玩？哎呦我去！看一看，看你玩不玩？感兴趣不？有没有点意愿？你不给你儿子给灿灿做个榜样啊？你要能玩，他就兴许能玩，因为爸爸是他心目中的偶像。好看。好看，你是第一个玩的吧？对不？好像扔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就被你叼走了，还能叼啊？耐力持久啊！色色你想打个接力啊，帮妈妈叼一叼啊？你不用东张西望的，你该叼叼你的。我去，这咋的？扒拉下来给女儿了？你从来对女儿没这么好过呀！说让你女儿先拿回家去，先藏起来，以后没有其他猫的时候再玩。好，好看，别站着抢去，省打起来，给你离近一个，扔一个，冲！去钓哪去了啊？钓造纸厂去了。都静卧了，这也是平时他们的状态，做休息状。这个是干啥的呢？这是来赶集来的。去哪儿呀？胖虎今天没玩那个是不？你还不如大帅呢，大帅还风风火火运动了一把。对，大帅回去睡觉去了，休息去了，剩下这些。玩的没有他萌的猫，继续玩吧。咦。